跑步跑得快吗？快。那我应该追得到你。女生一提到男生讲这句话，心情再怎么不好都会笑出来。网络红人波特王制作一系列的搭讪话术，在网络上疯狂被转贴分享。电脑帮我关一下，我现在要去机场。因为你，我的心正在起飞。台词太过肉麻，反而更好笑，就连明星艺人都争相模仿。你们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来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还没来？我们的未来。切完之后，我们长城就不是了。对，切。因为我跟你当情人。像不像养狗啊？啊？什么狗啊？单身的那种，比如说我。各种搭讪花招都出现，但如果把情境搬到现实生活中呢？你知道哪个数字最幸福？二，可以给我看。答案是五。因为他们很辛苦，我傻眼。年轻女孩不停喊说好傻眼，那换一个方式试试看。打火机吗？那你怎么点燃我的心？啊？那没有用啊。为什么？没有用，感觉是骗人的。血型是什么 ？A 型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血型？不知道。你是我的理想型。我以为是方形，因为你很真。会。吓到，然后担心你会还蛮开心的。有民众还能举一反三，看得出来这些搭讪话语可以创造各式各样的结果，只要能逗对方笑就成功了。难怪影片在网络上疯传，成为年轻人之间的讨论话题。TVBS 王国林杨清台北报道。